嗨，欢迎收看《旅游加油中国叫马黄志明的三口》，你去吧。今天我们学习一下增加一个厨房有关的单词的第二个，但是这次是单词之外可以加一个句子。单词是上次有一些视频里我介绍过。那我们一起看看，首先是水が凍る，这个意思是水变成了冰。水变成了冰，这个是水が凍る。还有其他的说法是氷になる。氷になる。なる就是成为什么什么，所以变成了冰也是氷になる。然后当然是冷冻保存，这个是冷凍して保存する。冷凍して保存する。冷凍保存。然后保存可以把改成到动词化的话する，所以冷凍して保存する就可以了。然后当然是打包过的或者吃的东西，自己做饭的时候不可能全部吃完，然后剩下的饭你可以再次热一下，这样的感觉是残り物を温める。残り物是剩下的饭。然后温める是热，对，所以残り物を温める。这个是必须得是を，别忘记残り物を温める。然后ビールを冷やす，把那个啤酒要冰一下，对，ビールを冷やす。但是还有另一个说法是ビールが冷えている，ビールが冷えている。ている冷えている，所以这个状态，所以啤酒已经冰的状态，ビールが冷えている，这个时候が，然后ビールを冷やす，因为是把啤酒冷やす，冷やす是自己的一种他动词，就是行为的人都知道的，所以就是ビールを冷やす，然后已经看到啤酒已经冰的状态了，那样的感觉是ビールが冷えている，ビールが冷えている。嗨，所以我们复习一下，水が凍る，氷になる，冷凍して保存する，残り物を温める，ビールを冷やす，ビールが冷えている。好，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，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。